第一局开始了。好，双方让大家先看着对方。好，红方选手的连贯性的输出，连贯性的拳法是他的一大特点。红方选手和黑方选手都是1米6，这组摔非常的干净利索。红方选手的底盘能看到非常的优质，动作呢也非常的干净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回合。红方出击比较主动，红黑方选手威瓦猜孔瓦烈，称号巴黎神兽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女生。红方选手往前，就是能够把连贯的动作组合起来的，这对于黑方选手来说无疑是很致命的。表演，黑方选手擅长冷静中暗藏杀机，瞬间出手。黑方的韦拉猜在本局的回合当中保持着很沉静的应战。在第一局，通常我们看到的那是技法。好，第一局结束，中国拳师太极拳与泰国拳王争霸赛的第二回合。在第二回合当中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黑方选手在试探着红方，现在红方选手打得非常的主动，全场的观众再次为红方呐喊，黑方加油啊，黑方需要加油啊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次比赛的第五场第三回合，你是双方的运动员非常的冷静，那就要看谁来找对方的空当，也就是找好的机会，快谁就是赢家。好，注意拳法的进击部位。黑方选手擅长冷静中暗藏杀机，擅长瞬间的反击对准对方，但是红方选手的组合拳法非常了得。这是我们看到60公斤级中国选手王岩和泰国选手威拉猜孔瓦烈最后一场对决，这是他们的第三场。在第三场他们对决了，我们为场上运动员加油。他们给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拳法和技法，太极拳有太极拳的技法，泰拳有泰拳的绝招。那谁是本场的拳王呢？
在比赛场，他们不单单比试的是技法和体力，他们比的是智慧。于是，在关键时刻，也要防范自己的安全，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的是中一级第三回合的比赛仪式会场，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。他们第三场比赛是越战越勇，他们现在的每一招式都非常的清晰，每一拳还是那么样的有力，这就体现了他们在台下是付出辛苦和汗水的。双方运动员仍然打得非常的到位，我们期待的是他们给我们上演的最精彩的地方。这是第三场的比赛，第三回合结束。